好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完成了出到嚟呢条咁平整康庄嘅大路啊！点解咁靓嘅路你唔行啊？要行呢度啊？好啦，上嚟休息下先。顺便我哋可以话俾你听，我依家喺边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咧行嘅地方系我最熟悉嘅大坑中隧道，所以行一啲冇人行嘅路，行我自己行嘅路。好啦，睇先。嗱，头先咧我哋本身咧就喺圆墩呢个营，咁本身我哋要去嘅地方咧。就是呢個大坑中水塘的篤篤吉慶橋呢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係 JK 九六一七九九嘅地方。咁我個目的咧就由諗住由圓墩行過嚟呢個水塘路先，即係我哋依家啱啱出嚟呢個位置。咁跟住咧就沿住呢條康莊嘅水塘路咧，就可以行到嚟啦。咁啊時間咧依家八點。其實我只標放8分鐘、9分鐘，即是8點半左右，那10點兩個字去到，換言之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呢？個半鐘，鬆一點。但是如果照看這條路呢，至多呢都是由這一點去到這一點，我數一下先，1公里、2公里、3公里，3公里的平路，那即是換言之我們不用9個字就應該會去到了。OK， 明明 OK， 拜拜。